来未？啊，你平常时啊，应该是24小时啊，拢想要黏在杨姐身躯顶，手甲牵条的。恁两个什么代志？无啦，阿伯，只是阮家无啥恩爱尔。我是惊恁看神啊，以后都袂插阮啊。真正是哦，恩爱夫妻没朋友。啊，不过你唔免烦恼，阿伯晒恩爱这种代志哦，搞好我甲安弟就好啊。啊，对了，彭董的啊，伊愿意啊买块净化地啊。等我甲买起了后啊，扩充咱四天金矿的版图啊。到时阵啊，爸爸再起一间啊，上过豪华的 penthouse， 当作是你的新婚礼物咯。多谢爸。姚母总算想通啊，伊总算愿意放手啊。安尼，伊应该会当躲过财务的危机。只是，这么多年，伊一直想要徛在台湾企业头壳的愿望，到最后又果是一条空。阿姐，你替我去探听看卖，看彭董啊，迄块精华地啊，伊要卖偌济？我想应该真侪人啊在烧钱啊，所以我精算过，再去买一个上盖好上会好的介绍。我知，我会处理好势。看阿伯一直要把迄块土地摕到手，是毋是阁想要在背后用什么报酬？永凡，叫一张飞龙的急件请款单，锁你上面。办好啊！是。啊，用用修改啦，我手机啊下喺车顶，歹势，无钱来填。啊。艾伦。啊！你即摆婚礼阁有欠啥物物件无？阮爸最近有甲我联络，伊讲伊最近要倒来台湾啊，看你有欠啥物钻石还是宝石，我请伊替你砸转来，就当作是你结婚的贺礼。谢总会当转来？是啊，阮爸已经离开台湾30年啊，即摆总算时间的期限已经到啊，伊才当安心要转来。唉，想袂到。一万年已经经过了一年啊！当初若不是发生一件代志啊，阮兄弟啊嘛别分开这尼啊久啊。之前有听细贤讲过，有一个小弟，只是拢无机会当见着面。细贤思思念念，希望伊会当较早转来台湾。即便艾伦结婚，国家所有的人总算会当伫咧台湾团圆啊！妈若是知影，一定足欢喜的。唐姐，阿姐第一个话是不是生理做了就大呀？我刚才当跟你讲，不管你买什么顶级的珠宝，伊拢有法度替你砸得来。真是的，哦，安尼就好诶，到时阵我的婚礼哦，一定足闹热的。奶妹，你也知影恁爸爸的班机啊，是啥物时间？你就随甲我讲，因为我要回指挥国啊，头一个看到的人就是我这个阿兄。因为我真正就是为好，我会甲爸讲。虽然讲我甲安迪哦还袂办婚礼，啊，不过阮两个人已经成阿婆啊，所以说应该爱有的礼数就一定爱有。我有订喜饼要送给大家，我要让散发叮叮诶诶人拢分享我甲安迪结婚的好消息。安尼好哦，只要全公司每一个人哦，拢配一嘴嘴暖，就会当把迄无红粉、无洗目睭、挑工遮紧、安迪副总的福利加到阴阴死。冰雪聪明，奶奶，喜饼的部分呢？喜饼即摆应该已经送到拉比了，只是我唔知道应该找谁去送，安尼较适合。艾伦，你这么提拔我。我当然爱派我两个哦，得力的助手，把你的喜讯哦分享给公司所有人。这林美妍真正太过超过啊！伊叫咱做一个不合理的工作就准拄煞，今麦佫爱你去送喜饼，
真正是有够超工的。我烦恼美颜修贝尔来，不管安怎，伊这是滥用职权，咱会当拒绝。所以你真正去订我推荐的迄间喜饼？是啊，我是试食，我就足满意。你真正是有 sense。会就是高小姐。嗯，啊，恁两个这喜饼是啥味？送喜饼不是我跟董宇的工作，请林经理另外安排人去送。不是你的工作，奶奶李经理嘞。董宇伊是业务部的经理，这当然嘛不是伊的工作。嗯。啊，不过我有听艾伦讲诶，这安迪副总对李经理足照顾，连李经理因爸爸带伊。伊拢亲身去探望，啊，既然这是安迪副总的婚礼，啊，我叫李经理去把这个喜讯分享给公司所有的人，是不是让李经理有机会当报答安迪副总？李经理，唔知我的安排是不是考虑到真周全？恭喜高小姐跟副总要结婚啦！啊，不过我甲李经理真正无时间去替恁送喜饼，那无我另外安排人去送安尼，敢会用诶？陈小春，你连称呼拢叫唔对啊？什么高小姐？是副总夫人？是副总夫人。李经理，你助理们甲今麦拢无拍招呼，足无礼貌呢。林美妍，你别想过超过哦。想做李经理叫我副总夫人，会想过超过啊？高小姐，恭喜你跟安迪副总结婚，真欢喜你当变做温顺发的副总夫人。副总夫人，不是我跟李经理无想要替你送喜饼。我是顺发的员工，我认真打拼赚钱，才是员工对公司还有头家娘上好的报答。你认为呢？你讲的有道理，我认同。林经理，那你我董宇就先来去无用啊。等下，既然恁两个人上班这么认真，无安尼啦，你去甲上野商城的合作案，自开始到今嘛，每一场会议的内容。重新拍出来，啊，还有报表格式，嘛全部整理一份新的给我。每一张会议拢已经有足完整的会议记录啊，搁重新拍出来根本就无意义啊。林美妍，你滥用职权到上超过啊！那是林经理你这么坚持，我就把这个工课提去请示董事长。重新整理记录，重新拍字，这种代志，搁爱去请示董事长。这员工的工课，唔就是应该为着公司分忧解劳？啊，这若是伫阮视天监控，这种员工早就已经互人开除啊呢。想袂到伫个盛发，搁会当辞退经理，这敢真正无问题啊？听到无？那无想要走，就石头路啊！哎呀，对对对，我怎啊袂记啊？这陈小春哦，叫人石头路，伊足有经验的。这离职手续哦，应该知影要安怎办哦。真是好，你是在创啥啦？我出差这几天，唔知影有啥物特别想你，所以特别在盘手送你。真好嘞哦！这是啥？这是我默默的心意。What happened？ 最近哪会一个两个拢让我的水眉干呢啊？马德琳，你真正是有罪。
我要听讲李美妍即摆变做上野商城的专案主管，你上早拢无甲我报告啊？你着请假，我袂好甲你讲。啊，毋过副总，你骹手真猛哦！我才出差回来，你着带补。恭喜哦！恭喜啥？听讲伊变做专案主管了后，一连找冬雨的麻烦，即摆搁伫会议室为难冬雨。你来买滴车，安迪，我来送喜饼啊！我想要甲咱两个人结婚的好消息，甲盛发的员工分享啊。啊，不过我奈听讲林美妍、李伟兰、李冬雨，还有陈小春。但是安尼，是美妍哦，请李经理因两个人斗三工去送喜饼，这完奈团团变作是伫咧为难因两个。林美妍，你竟然敢叫冬雨去送喜饼？安迪，只不过是美妍请李冬雨去送喜饼，你敢有需要去干呢？还是讲李冬雨伊无欢喜咱两人结婚，请伊送喜饼真为难？我当然爱生气。林美妍。艾伦要送喜饼给大家，那是好意。也不过，你所叫开发部经理，也佮业务部经理替艾伦去送喜饼，公司的人敢会感觉艾伦才拄嫁给我，派头都这么大，竟然叫两个经理，该当作是使用人？你安尼是咧替艾伦斗相共，还是咧害艾伦？小春，咱们来去买。冬雨。啊，副总，这是公司请你办的。副总，我伫抓准讲你会好好对待冬雨，结果你一外头就娶其他的查某人。虽然冬雨讲你是有苦衷的，啊，不过结婚就是结婚啊。希望你以后莫遐尼自私，用天贵阿伯的治疗费甲冬雨绑掉的。陈小春，这是我甲冬雨的代志，麻烦你莫管遐尼多。好啊，那咧冬雨，你着趁即届甲安迪副总甲话讲清楚。你唔通受委屈，你还告阮。冬雨，陈小春拄只遐话，什么意思？敢讲你要等伊当家？爸爸，哪呢？陈小春想做？小春讲什么咁重要？咱之间的问题是高艾伦。冬雨，是嘞。迄天，我雄雄和高艾伦入去富盛事务所登记，我啥物拢唔知影。哎，今仔日要来送喜饼，我嘛唔知影，所以你要结婚，我早就知影，这无啥。啊，不过我感觉艾伦刚才已经知影咱的代志啊。伊今仔日特别针对我，迄态度足明显的。我若是无离开你，伊袂放我煞。天公，天家分手。袂用的，我袂让高艾伦欺负你的。艾伦无欺负我，伊只是保护家己的婚姻尔。就算伊真正对我做啥，嘛是去用逼的。安迪，无任何查某人会希望家己面目可憎，我嘛同款。冬雨，你讲过，你爱我。你嘛讲过，你袂离开我，你会等我。你嘛讲过，你会娶我。我嘛讲过，我会爱一回一世人啊。啊，不过咱拢无做甲到。安迪，无啥物永远袂变的承诺，你认清事实。咱分手，这是早晚的代志。